想饱览大中华的锦绣河山，或亲自体验舌尖上的中国，华资处和本地旅游公司合作推出各种旅游计划，为新老移民打造优惠回国套餐，并于9月3日上午在华资处总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，介绍本次活动的详细信息。有意参加活动移民朋友需满足以下条件：一、华资处会员；二、持枫叶卡或加拿大护照；三、18岁以上。啊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非常高兴跟先锋旅游合作，让华资处的会员能够得到特别优惠的往返中国的套餐，就是机票加住宿跟反正是全包了。我们觉得这660块钱呢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划算，对新老移民来说都是一项很好的消息，对华资处的会员来说，我们是更大的好消息。所以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就是，能够利用这个机会，能够回国探亲啊，或者是旅游。那我们的员工也非常兴奋，因为很多人都很向往去中国旅游，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有这么好的价格，让我们可以往返中国可以旅游或者是探亲。那先锋旅游他们好这次在这个 First Mark Complex 就在万锦广场又开了一家分店，刚刚开了一家新的分店。那他们这个是一个优惠的推出的这个特价的一个往返的机票套餐，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成为华资处的会员，可是他们会带这些旅客们把这个费用给付了，其实就是对大家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项目，应该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一个 package。他没有说有限制，到我现在为止没听到有限制。他反正是说3个月之前要预定，早一点订机票，早一点计划，那就可以得到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优惠。OK， 是这样的，因为华资处嘛。应该是大家都应该很熟悉华资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。然后呢，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然后我们先锋旅游呢也是想更多的为我们华人同胞然后服务，所以说呢希望就是能和华资处然后一起做一些活动呢，然后能更好的为我们的新老移民然后服务。OK， 首先先说一下那个加东两日游好了。加东两日游呢，我们这个做的是一个免团费的，客人呢主要是新移民和华资处的会员，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做这一个零团费的然后活动呢，然后让更多的新移民然后更快的了解加拿大，然后比如说去 Montreal 啊，然后去Kingston， 然后这两个地方呢其实都比较美丽，都比较漂亮，然后让新移民更容易了解加拿大。然后其次呢，我们做这个660块，然后全包，包机票、包团费、包门票费，基本上全部都包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口号，是百日回家行，7日中国游。客人呢可以享受3个月往返直航机票，其次还有7日的中国游，另外更多的主要是还可以免团费，增加第二、第三团，比如说去北京啊、张家界啊、云南呐、九寨沟这些地方。感谢收看今天的大都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